Come on. Bop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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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op. 打粪。别嚷嚷了，我又不会少你们的一口。阿姨，我觉得你今天变漂亮了很多。就你嘴甜。马屁精。但是今天这嘴甜呀是没有用的。今天吃什么拿什么都由你们自己决定。那我想吃火锅。这位同学，你咋不上天呢？没吃火锅我自己都吃不了。阿姨，不是您说让我们决定吗？我说的呀是这个意思。来，你们看，阿姨这里呢有一个白板，上面呢有9个刮刮乐，你们每个人呀只有一次机会，任意挑选一个数字，把它打开以后，上面写的是什么，你们中午呀就吃什么。阿姨，这吃个饭也要拼运气啊。废话，你们两个谁先来呀？这种小事当然是我先来了。我选1号。阿狗，快帮我看看这是啥。超大盆。超大盆。阿姨，超大盆在哪里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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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位同学，你这运气不错呀，来，在这儿。阿姨，阿姨，到我了，到我了。哎呀，二狗，你快点的，我还等着用我的超大盆吃饭呢。这啥？我看。二狗一口西北风能饱不饱呀？阿姨，这西北风咋吃呀？吃不饱。不知道怎么做呀？来，跟着我的话照做。张嘴，吸气，闭嘴。好，吃饱了没？二狗，你这个傻子！我的大盆得吃多久才能吃完呀？我走了。松子，你扶我一下，等等我。欢迎关注苹果零剧场，喜欢我们的视频，就在下方点个赞呗。